大炮发射，影子来了！我降落在这块风水宝地，一招回旋踢送你下去。安心开宝箱，喝饮料，拿鸡腿，学技能，一个欧米加旋风，一个长矛爆摔，前期顺利发展，起飞整活。Get over here！ 登高望远，前方有两人斗得正欢，身为老六，这种机会怎能错过？高空肘击，偷完就溜，然后再摸回去。来个旋风解决一个，再来个飞踢，收割完毕。等到我开心的拍开宝箱之时，半路杀出来个阿细，他脑瓜子顶车上了，破绽！我直接一个起身爆弹，再接回旋踢，他就晕了。趁你病要你命，一招缠缠乐。阿细仿佛回忆起人生第一次坐过山车的感觉。我本想趁乱开大，没想到对方跳开并开启了逃命模式。就算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要追击你。Hold up！ 找了半天，原来躲在树上啃鸡腿儿。Wait a minute！ 你的爆摔，请你把吃的都吐出来。还没挂？难道本局有两个阿细？你是那个双胞胎弟弟吗？一不留神，我中了对方一通小拳拳。Oh no！ 糟糕，好在对方是空，看操作就是阿西本人。开大，我闪，竟然没有闪开，难道我要隐身西北？我不服！这声音雪亮，令人感动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改日再战。6 hours later， 找个角落缓一缓，发现我已经有冥想加成了，就是站着不动就会回血，只要不被打到就行。又来了，高空肘击，嘿嘿。没想到黄雀在后，就是一个小黑。Go go go！ 阿细在这啃鸡腿儿。哇！我笑纳了。Thank you！ 打空破绽，回旋壁咚来一套。小黑想轰一下，顶到了墙上，先离开这是非之地，啃阿细送我的鸡腿儿。妈真香啊！好家伙，走起！吃我一丸子！阿西的钥匙棒掉了，拿了神器赶紧揣兜里先走。神器在手，天下我有。高高跃起，一记重击。起飞了，起飞了！一边飞一边观察，找准位置出其不意，这就叫降维打击。是小黑防住了，破绽！要你命三千，来一套。对方耐力破绽逃过一劫，一不留神被阿西偷袭，赶紧跑回圈里。嚯，小黑核爆防住，该有反击了。可恶，被阿西偷袭，被打到回归模式，要小心了。我悟了，剩三人，让他俩一往枪争呗。他们好像看出来了我的计谋，上来了，朝他欧米加旋风。小黑直接泪洒当场，我居高临下，谁敢一战？旋风。咦，被防住了，最佳位置被阿细占领了。乖，跳跃给长矛爆摔，这一击将阿细打入回归，赶紧回到圈内争抢高地。哦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偷偷跳下去，凌空接爆摔 ，surprise， 再接肘击，送我回家。Bye， have a great time。